现在又是场上的运动员，刚刚走下了执裁的裁判席，换上了荣光，又来到场地给大家表演太极剑。曾经在2004年第六届亚洲武术锦标赛获得了太极剑的冠军。很多练习太极拳的朋友，从张帆老师的动作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他现在演练的是42式太极剑。膝部下节，它的基础上结合了剑法，所以我们经常讲心中有剑，手中无剑，是剑法的练习。手中有剑，心中无剑，只是一种棍术的表现。太极剑是在太极拳术的基础上结合了各种剑法，比如撩剑、劈剑，由各种剑法构成。优美的乐曲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看着这些名家的表演，难道您不想？